它的这个是什么来的？ Flamingo， 这个 Flamingo 不怕脏的。哦，因为它可能是，它也没说不怕脏啦。其实这里有叔叔阿姨把它照顾得漂漂亮亮的，可以啊。它也是活得很干净的，对不对？是吗，浩哲？